这么好，雨过天晴，下了好多天的雨，今天终于阳光明媚。我们在我的朋友家，是我的葫芦丝的学生们，他们吹的家里，我们今天小搓一顿，朋友们，小搓一顿的意思就是说，不吃多少个菜，也就是十几个菜吧。 然后呢，他们说：“布老师，你出一个菜吧。”嘿，我说好吧，我来一个脆面虾球。In English, it's crispy noodle prawn balls.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叫前菜或者叫头盘，外国呢叫 starters， 或者是 aperitif， 或者是 appetizer. 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前菜，这个前菜是特别好吃一个前菜头盘。 用的什么呢？用的是 大虾 water prawn。 大家在买完虾以后可以检查一下，如果你剖开以后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黑线。但是大家看这虾非常的干净，每开一个，大家看都是非常的，一点东西都没有里头，非常的干净。所以首先先把虾剁成虾泥。 这个工作我是特别喜欢，因为我小时候在北京，5点到6点全是每家都做饭，而且每家的剁的这个节奏都不一样。有的人是，你一听他累了，他刚下班；有的人是两口子吵架了，不太高兴，也做饭不太做；有的人是，你看，这是 happy。 你听这声音啊，你就觉得这家做出的东西一定好吃，因为你做饭一定要心情特别好，这饭才好吃，对不对？大家，所以你看我，走你。哎，大家你看，不到一分钟，你看这虾就成了虾泥了。大家看一眼，虾泥，然后放在碗里。 大概呢，这虾球呢，每个虾大概做出小虾是一个虾球，所以呢，我一般请客人呢，一人给他们两个，不能多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中国菜应该有很多很多种，头盘要有5个到6个，主餐主菜也要有4、5个，所以加起来10个。所以你要一下给他10个虾球，每人，那他一天一个东西吃饱了，所以就不好。一定记住我这个，大家。 要每个东西少而精而美，所以吃到肚子里，你可以尝很多不同的东西，就跟画一张画似的。你哪能用一个颜色呀？你要用很多的颜色，才美丽一张画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呢，我往这里放一点料，放什么呢？首先，我滴香油，一两滴香油。 可以要点酒吗？什么酒啊？什么酒都行。那我们再开一瓶。对，开一瓶。我因为我也想喝一杯的，现在没有酒，这菜就没有香味儿。继续来，咱们大家啊，一点点盐，一点点盐。虾呢，它呢喜糖，它喜欢糖，所以这糖提它的味儿，味道你看也不多，就两个 pinch。 两个，小捻，这叫什么捻捻捻两下啊，捻两下糖，完了搁一点黑胡椒，大家或者白胡椒都可以。哎，大家看看，您看哪个？哦，哪个都可以。它有一个是金针，这个不要金针，要这个普通的。好，大家看看，这个是有一点那个。 好像浅玫瑰的酒，好像是非常浅的，又不是白的。大家看一些颜色，这个无所谓，可以放一点白葡萄酒，一点点粉葡萄酒，别放红葡萄酒，因为红葡萄酒是炖肉、炖牛肉啊什么时候用的，所以因为它 heavy， 它比较沉重，放清淡的酒就是白葡萄酒和 rosé 就是玫瑰。白肉配白酒。对。红肉配红。 Cheers！ 现在我们继续啊。
这个现在我做这个细面，这个细面呢是最难最难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你擀，你和一块面擀是根本擀不出来的。所以我呢提议呢，大家呢可以去中国超市买春卷皮，把一层一层的包下来，把它卷到一起，切成头发丝儿，这得要功夫。第一，再一个得要 patient 耐心，再一个得要技术，得要学习练，做饭都得练。大家，我买那个呢叫 filo pastry， 这个没有中文名的，只有英文名字 filo pastry。这在哪能买到？这个在各个超市都能买到 ，Sainsbury、Tesco 大的，小超市都没有。大的超市，在哪个部门呢？在哪个 section 呢？哪一块呢？是在那个做点心的一块面做。但是这个呢有两种，大家，这个有两种，这冷，这不是冷冻的，不是冷冻，这是新鲜的，新鲜的，新鲜的，冷冻的就没有了啊，就没有这样的啊，就必须得去新鲜的 section 去买。这个呢有两种，一个是厚的，做出来啊可能就是 croissant， 就是那个牛角包啊什么，对对对，那是厚的，是这么厚，对。这个是像纸一样的，大家，这个是非常薄的，所以我给你打开看一眼，大家你就明。先查了一下，你太远了。刚才查了一下，中文我们查出来了，叫千层酥，对，是我们领导查出来的，对，党支部书记，对不对？就出来党支部书记，但中国有卖的现成的皮儿的吗？是润熙查出来的，中国应该。你跟大家说你怎么查出来的？我想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是用字典查出来的。对，叫千层酥。所以大家你看，千层酥它薄极了，是做什么呢？是做点心用的，可以放到烤箱里，把它裹上里面甜的水果，或者是裹上那个salmon，中文是什么鱼啊？三文鱼，把这个铺在上头。所以出来以后呢，salmon里面是和所有的香料，但是这些上头呢是酥皮儿。所以你拿肉插一吃，很好吃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吃过一种东西，它就是一层特别薄，然后中间是那个有肉馅有素馅，你可以选择，就这个东西。对，可能就是这个。哎呦，我还在想这东西从哪儿买的。那个是不是洛萨尼亚？你吃的是意大利的，对对对对，洛萨尼亚，我觉得叫洛萨尼亚。对，大家看啊，我把这个包在一起，卷，哎，卷卷儿，你看，完了以后呢？切一半，对，你可以给它落在一起。最重要的呢是这个，对，你看出来以后，大家，郭老师，这个是不是卷的越紧就切的越细啊？对，就是你越卷，春卷皮你也是给它卷，用几个卷起来，完了以后，大家看它出来以后像头发丝似的，是要切的越细越好。对啊，它像头发丝，这样呢，你放在。油里稍微一煎，那个一下球，一会儿大家看一眼，出来是金黄色的，这个是支棱着，有点像鸟巢，有点是咱们的鸟巢。啊、你看大家，张开，看看漂亮不？看看漂亮不？看看这个出来以后是头发丝是？嗯，对对对对，多漂亮！哎，那一扎它会膨胀吗？一扎了就滋起来了，就是对，滋起来了，滋，我们叫滋起来了，对，对对，好，大家可以看切的时候。你看，得有好刀工，但是对，得有好刀，必须要快。我这刀非常快，你看你们要慢，大家一定要有耐心。你看，你要没耐心，你要这么切，不行了，这么切不就完了？你怎么弄得下去？大家，你看，这不是成那个大面条，那个炸酱面了吗？是吧？我只能切成那样。对，所以大家互相练习，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示范。所以你拿虾球大概。别做太大，因为炸数不好炸。煎数，咱们不炸，咱们煎啊，煎。咱们煎是最好的，大家，因为煎呢，咱油不用那么多，而且呢它不油腻。你看大家，哎，再上它。哦。哎，你看我的动作，大家啊，而且身体你看可以还像太极似的，就是享受，这是一个，把眼睛闭上。感觉一下，我都闻到那味儿了。对，好的不行。大家看出来多漂亮，还不能用力的。大家看出来多漂亮。哦，对。然后一煎是金黄色的，然后蘸着甜酸汁、甜辣汁，特别好吃。对，好。大家看一下，
现在我可以，我现在开始煎这个虾球。第一呢，大家知道要注意呢，火呢别太大，要不然呢它就糊了。你就让它必须得是那种金黄色的，大家对吧？所以你看它，对，别太热，油别太热，这样呢就是呈金黄色的出来，出来以后呢要像北京的鸟巢，对，要有那个鸟巢的感觉，就是那个面都支棱着，我们叫支起来，你看多好看，现在大家看一眼，你看如果油太热呢，你放进去啊唰就不对，我这放进去，所以你看我放过来以后它应该是金黄色的，你看黄色的，你看金黄色的，对不对大家？因为你要把这个虾炸熟了，你要是火太大呢糊了，你就没法炸，没法煎这东西了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大家要有耐心对这个煎这道工序。你看现在多好看，都是黄色的，金黄色的，所以这个英文的名字呢叫 Golden Crispy Noodle Prawn Bowl。Golden 就是金黄色的虾球，大家看一眼，你看这样多好看，你看这样的虾呢现在在油里煎，面呢已经脆了，所以出来以后要蘸一个这个甜酸汁，对，这就是一个甜酸汁，配上糖、酱油、醋、香油，或者你可以买一个甜酸汁，就是那个他们现在有很多那个泰国的甜酸汁，对吧？中国也有甜酸汁，很多国家你也可以自己配一个，那甜酸汁不就是糖、醋、香油，一点点生抽，嗯，也就是甜酸汁，越简单越好吃，大家记住我说的那个汁啊，越简单越好吃，因为这个是新鲜的大虾，所以你要蘸着特别复杂的东西它倒不好吃了。看看大家这个已经好了，你看出来好看不好看，大家看看像不像鸟巢似的，你看看，你要请客人在你的 garden 里，你看看出来以后在你的 garden 里是不是端着盘子出去，他们正在喝酒，这个是最好的，就是一杯 Prosecco， 就是意大利那个气酒或者香槟，大家真的这个是一个比较，大家看这个虾球炸哈炸，对不起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虾球现在炸好了，你看金黄金黄的，非常漂亮，像鸟巢似的，我老说完了以后蘸这个甜酸汁、甜辣汁，然后喝一杯酒，嗯，你的生活太美好了，特别美好。嗯，我已经等了。这是我的葫芦丝学生，他等不及了，对，但是没关系啊，也是房主，这是虾球，让他尝一下，你尝一下，你跟大家说一下，感觉这个口感和那个，你讲。我得先吃一口再尝。对，所以面对观众，面对咱们大。那个虾仁啊，嫩嫩的。而且这个酥的，哎，真美，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蘸这个汁儿，所以快来，对对对，所以谢谢大家，你们也这么做啊，如果喜欢吃的话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咱们都谢谢大家，谢谢朋友们，谢谢郭老师，我们先吃了，谢谢各位，想吃吗？来吧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